小兰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二哥让回来是有急事儿。啊，你放假了？我没放假呢，哥。啊。二姐，三姐。兰姐。怎么不进去？啊，不了，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。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？哥，哎，来了啊，马上吃饭了啊！哇，这么多菜！你洗个手，啊，你爸妈呀，让你二哥嫂子上次香。哦，兰姐，小陈平时不回来无所谓，今儿这日子不回来，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。我知道了。喂，请问是高启兰女士吗？是我。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，你认识高小晨和洪阳吗？我是他姑姑，他们怎么了？超速危险驾驶，还把交警给打了，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，你们来一趟吧。那我是谁吧？管你是谁啊，我告诉你谁都不好使，你敢袭警就等拘留了啊。那拘我一试试。您找谁啊？我爸呢？你闭嘴。那个，我是他姑姑。那个，他的事情严重吗？危险驾驶就不说了，袭警你说严重？嗯。方便出去说两句吗？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。他爸现在在住院，我是他姑姑，我代替他爸来的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带孩子，想回想以后。行。就这儿。那个，我们想花钱和解，可以吗？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，等他回来再说吧。哎，姑，你这腰间盘突出啊，已经很严重了，牵延只能缓解，还是要做手术。做手术人不就废了？你怎么不相信大夫，老在网上瞎看呢？应该相信大夫。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今天不忙了。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。好，等我下班。好。嗯。我最喜欢吃饺子。啊哼。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。哦，你最近见你哥了吗？除了逢年过节的，我们很少见。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？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前两天吗？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。那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？我哥他很保护我，什么都不让我参与。嗯，他是他。小兰，别再跟住了，再跟住我报警吧。我就是警察，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。安心，我是喜欢，可你不应该欺负我。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，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，别受他的影响。我从小没有父母，是我哥把我带大的。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？不疼了吗？哎呀，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。你该吃药得吃药。吃不吃也好不了。
你得坚持。哎呀，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。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。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，我打算报名。蛮好。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。等你想好了，报了名了，把日程跟我讲。走的那天，我开车送你去机场。啊，瑶瑶，嗯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。姑姑，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，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。你就告诉姑姑，我哥他是不是要故意杀了小陈？我不知道，姑姑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姑姑，你别吓我，姑姑。瑶瑶，你先上我的车，先回去。咱俩走走吧。觉得我会害你啊，你啊被安心洗脑了，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，找不到，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，这他手段你知道吗？你的手段更多吧。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们。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，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，这身边发生的一切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我都分不清了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？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，我就告诉过他，不要管我的事情，不要掺和我的事情，他不听，结果呢？我现在要知道一切。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，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。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？是。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。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？
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，叫二二八枪击事件。那就是高晓晨做的，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。任何关系，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这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。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啊，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，这件事情啊，幸好你嫂子聪明，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，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。但是那个鹿晗啊，就像个苍蝇一样，揪住不放，撵都撵不走。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？没有，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，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。后来呢？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了。蒋健当了副局长，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。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，成天去巴结赵立东，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。我呢，不想撕破脸，什么都忍着，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。就因为你们的恩怨因小陈而起，所以你恨他？不是。那为什么？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嫂子车祸的事情吗？舒婷的死是因小陈而起。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，是什么都没有查到。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。要是那样就更好了。哥，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，让我带他走吧。分开对你们俩都好。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京海吗？我可以走，但我要带上小陈。哥，小陈被传走了。哥，哥哥，你在听吗？啊，小兰。机票还在吗？你自己先出国，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。哥，我陪你去自首吧。